案犯傅长柱，见到本官为何不跪？哼，你跟我哥哥作对，不跪！笑话！你一个重犯也敢蔑视本官？要杀要剐，傅长柱愿赌服输。今日堂上，你好不嚣张啊！是不是由你哥哥给你撑腰啊？我哥哥要是徇私情。 傅长柱今天就不会再死了。有人揭发，正是他指使你买卖官马。说说吧，你给了他多少银子？哥哥和我已经多年未曾来往。<笑>谁信呢？信不信由你，我却不能胡说。你是说，本案牵扯之人到你为止了？如果这样，本官…… 还真佩服你是条汉子，傅长柱上面还有渎职徽使，怎么着？临死你还想拉个垫背的？哼！傅长柱悔啊！我是替那个贪官垫了背。大胆！你以为本官打你不得？你就是打死也是句话！哼！今日堂上的衙役们。 惧怕刘伯温，不敢出力。你现在看看，本官带的手下都是谁呀？我一进来就看见了，是都指挥使司里的士兵。明白了？明白什么？都指挥使，听说你攀咬他非常生气，所以派他们来，想打死我灭口。嘿嘿嘿，那可要看你的了。 本官断案，从来不牵连无辜。如果你不攀咬别人，本官不追究你其他。哼，没攀没咬，实话实说，还嘴硬，皮肉硬不过板子。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画个押。 大家都相安无事，本官保证不再为难你，如何？我呸！你个狗官，今天就是打死老子，老子也绝不改口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时辰以后，你到底是老子还是孙子？哼！狗官！ 先生，您这是……哎，我那个兄弟呀！您是说二叔？我心里怎么这么乱呢？我也担心二叔。那个胡惟庸，他奈何不得我。可是……是啊，二叔那个脾气……刘毅啊，明天一早就到牢房里去看看他啊！您放心吧，去睡吧。那您。 我一个人站会儿去吧，睡去吧。哦，真是失算呐！我那兄弟竟然落到了胡惟庸的手里。早知如此，我就是顶下私放要犯的罪名，也得让他远走高飞呀。为兄，为兄，这都是干了些什么呀？ 刘伯温实在是无能了。刘大人，啊，老伯，小老儿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哪儿的话，老伯，是我考虑不周啊，让人有可乘之机。刘大人，我和那几户农户都商量过了，如果那几十亩薄田能换回大人的兄弟，这官司。 咱不打了。
老婆，您放心，这官司咱打定了。喂，哎，我倒要听听，你的嘴还那么硬吗？ 二叔，人是你们打的，不是，是钦差大人找来的病士。小爷，这药能把热止痛。二叔，水来了。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告退，走吧。二叔，哎呀！二叔，告诉刘大人，让他赶紧想办法。 他们这么大，就是想要他的命。二叔，哎呀，这二叔，二叔，我刘毅，我是刘毅啊，二叔，我是刘毅。小九你，你救我干什么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呀？脏的！ 咱就算死也不能这么死啊！死了倒好啊，死了倒……二叔，二叔，哎呀，二叔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出人命了！什么事？ 人都这样了，还能跑了吗？还不快打开家！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他要是死这儿，我就告诉刘大人是你逼死的。这又不是我们给带上的，万一胡大人那边要是怪罪下来，天大的罪过我担着。你又没有官身，我也罢，我不连累你。 喊什么？喊呀！奔，劫狱啊！喊呀！你劫狱？笨蛋，我劫狱！喊呀！劫狱了！劫狱了！二叔，劫狱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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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劫狱了
胡大人，县上来人有急报。急什么呀？没看老爷忙着吗？哎，早饭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回大人，都准备好了。那就端上来吧。啊，好。等等，哎，顺便把那个报信的人带来吧。是，大人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一大早的。启禀大人，傅长柱跑了。大胆刘毅，胆子太大了，这是杀头的罪过。他把傅长柱弄哪儿去了？这老汉我也不知道啊。老人家，他在此地人生地不熟，你们不帮他，谁帮他呀？这行了，带我去吧。哎，好。你轻点儿，二叔。先生，怎么样？也没啥好法子，多找些薄荷叶，再捅起来，捣碎了，
敷在伤口上。哥哥，兄弟，兄弟没给你丢脸。兄弟，这谁干的？还不是胡庸那个王八蛋！混账！就该早早告诉我，怎么能擅作主张去劫牢狱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？这是天大的罪过，小的也认。小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叔被他们活活打死。送我回去，送我回去！我不能连累了哥哥。兄弟，这哪是你连累了我呀？这分明是我连累了你呀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哪儿去？小子去投案自首。二叔有家有界，经过这番波折，定能改过自新。先生，您就救救他吧。小的无牵无挂，就让小的替二叔去死吧。胡闹！好兄弟，好兄弟。二叔，跟先生论，我得喊您二叔。从朋友论，您是我哥哥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说什么都是多余，谁让咱俩对脾气呢？您要是认我，明年此时，你就再来一趟，在兄弟坟上烧出高香。爹，请受不孝义子刘毅一拜。您之前打我骂我，我都不记着。我心里明白得很，小的知道您那是疼我护我呢。只是小的以后不能跟在您身边了，就请先生再找个跟班吧。只要别像我这么顽劣就好。住口！刘毅。呀，这是我刘伯温家事，死谁也不会死你。起来吧。我真起来呀。去上老伯那儿拿些纸笔过来。是。